喜一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不来，你连过来把下路兵线清了，然后帮我打个红好吗？ OK， 好说。你是不是该过来了？我还不急，我都要被这个野怪打死了，你还不过来？你看我们苏烈，我们苏烈怎么了？放心不下他。你放心不下他，你放心得下我吗？我被这个野怪打死了，怎么了？你妈你去的。怕呀，不会玩。我为什么不是学生？我感觉你应该是个主播。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？不是就是了。所以说你相信我是荣耀王者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娱乐性主播。你过来帮一下我好吧，完了我要死了。俺老孙来也。姻缘呢，上天安排的最大码。你管他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最大码。红红蓝衣尘埋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心里面流下了一滴眼泪。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不行，我这把一定要拿 MVP， 不然不就斗了吗？与之一战。去他们高地玩一波。哟，啊！一波了吧，献祭自己了。认识张大仙吗？那个主播吧。是的，我就是。我怎么放你进来？来吧，看。他好像用英文骂了句脏话后，人就不见了。我以为我还可以继续吹一波的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你还真的成了黄金陪练了，眼泪掉下来，我以为他会很激动啊！你是大仙啊，好高兴啊！哇！结果不认识，这才是最气的。游戏工厂搜索先有店，你上电视。大仙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明天见。